数据吧，就到对方去送一波祝福吧，好吗？嗯、行行行，嗯，好。嗯 ，OK。啊，那我们就闭麦了、嗯。中途需不需要做啊？中途需不需要？中途不做了嘛，中途不做了，打结果吧。嗯 ，OK。嗯，闭麦了啊。嗯，哦，好的。我对面大主播是吧？哦，对面250万粉丝哦，这么厉害，200多万粉丝哦。永不言败哥，我的摩托车被卖掉了，被老钱卖掉了，卖了550万了。当时2000多块钱吧，不到3000块钱啊，当时的汇率。卖鱼妹，后来我去拍过他啊，卖鱼妹，我拿个手机去送给他，他不要我，是一个美国网友，买了送给卖鱼妹的，他没要。肉哥你好，欢迎。雅姿，你觉得阿达最漂亮是吧？阿达最漂亮。永不言败哥，发发草草走一步。家人们，没点关注的，请给主播点个关注，请给主播点个粉丝灯牌。我的摩托车放在这边，好久没骑了。谢谢007大哥。中秋落被母宝宝哦，这个家妹子骑啊，哦，她一年才回去4-5次。谢谢虎哥，谢谢虎哥，感谢虎哥，谢谢。永不言败哥，今晚大哥在的不多，家人们一起众筹。好的，谢谢永不言败哥。谢谢永不磨灭哥，谢谢永不磨灭哥，感谢永不磨灭哥，谢谢永不磨灭哥。融入雪都有了要被海梦梦完到夜晚融融娘着被梦老了的熊也被梦烧得着知道这也被梦里足迹给摘大阔梦我一夜我融成也被梦路把气也被掉莫是等才融高铁都融着是度高还可见了谁改里梦路
chia bể chào trên chúa đau và lo dễ cha nó家人们帮忙过一下加成，还差30名成员，一个粉丝灯牌加一个小星星过加成，家人们还差9人。感谢过加成，家人们。西都得莫操着一都崩干莫，谢谢各位大哥的小心心。祖金的北海南蒙铁有几波，谢谢永不言败哥，谢谢永不，谢谢永不言败哥，感谢永不言败哥，谢谢。谢谢四六九哥，谢谢四六九哥，感谢四六九哥，谢谢发儿哥，谢谢云顿哥，谢谢云顿哥。谢谢永不磨灭哥，谢谢香粉哥，谢谢永不磨灭哥，感谢永不磨灭哥，谢谢家人们。 PK 值加成中，支持的可以翻倍。谢谢海森林哥，谢谢海森林哥，感谢海森林。谢谢零零七大哥，谢谢零零七大哥，感谢零零七大哥，家人们多多支持阿爸。谢谢四六九哥，谢谢银盾哥，欢迎陌生人哥，谢谢永不言败哥，家人们帮忙收收塔。谢谢永不言败哥，我们卸一下榜。谢谢永不言败哥，谢谢永不言哥，谢谢各位大哥，谢谢各位大哥，谢谢永不言败哥，感谢永不言败哥，谢谢。谢谢四六九哥，感谢四六九哥，谢谢。谢谢永不磨灭哥，感谢永不磨灭哥，谢谢。谢谢零零七大哥，谢谢零零七大哥，感谢零零七大哥，谢谢。谢谢香粉哥，谢谢上房哥，感谢上房哥，谢谢。感谢各位大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感谢所有深爱我。昨天对面一把 PK 40万票，我们曾经一把 PK 100万票，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好的，美女，我们开麦了。曾经就是曾经，今天就是今天，好，那你们请上才艺吧。好，我们这边给两边直播间的大哥和家人们唱一小段歌。OK。
晚上好。我们这边因为他们也平时也不是，对，今天就是今天，去年就是去年，明天就是明天，对不对？我们今天能够胜利并不代表以后我们都能胜利，只能比现在，对不对？辛苦了辛苦了。最后大哥说要去休息了啊。好的，梁哥，谢谢您的陪伴，也感谢您的支持，辛苦了，谢谢我们的每一位。好听好听，辛苦了辛苦了。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小心心啊，谢谢大家的小心心。你们一般是几点钟开播啊？我们是北京时间8点钟开播一般。哦，那比我们早一点，我们是9点半。哦，九点半晚上，对。那你们那边人气也挺高的。因为也不太高现在。那我们以后就多交流，多连线。今天和你玩得很开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互相做下数据吧。对，互相做下数据。行。然后兄弟们，我们到对方也送一波祝福吧，好吗？家人们，那我们和对面直播间也互相做一下数据，有家人们去帮他对方做做数据啊，点一下赞，打个评论，好吗？谢谢大家啊！来，我发个福袋，大家过来参与一下就行，就已经做到数据了啊。好，我也试一下。辛苦了，就是参与一下福袋就好，一键参与就好了啊。然后呢，谢谢大家送来的祝福。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公益的，然后我们视频中只是一部分的一些公益的视频，然后我们就是经常是在大山里面有捐赠一些爱心物资啊，助学金啊，还有奖学金啊，还有捐赠到山区偏远的一些学校，我们长期有资助很多的一些孤儿，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啊，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我们也会日行一善，传一点温暖啊。要长期资助很多很多的孩子，特别的一些家庭。如果大家喜欢公益的，我们就点个关注啊；如果不喜欢的，我们就不需要关注啊。感谢大家的祝福，真的特别的温暖人心啊！谢谢你们。我们对面直播间的家人们，我们这边的基本上也是跟他对面的性质差不多。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是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献爱心的工作。也有很多的粉丝是出于这个情节在支持我们。我们早不久以前还拍了一个小女孩，爸爸妈妈是妈妈去世了，爸爸就是在坐牢，他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人的这个赞赏，有差不多有
18000人民币。还有一个大哥，中国香港的捐赠的几百套的衣服啊，还有100多双的拖鞋过来，也要捐赠给这些学校。类似的这样的事情还有非常多，我们这边。对，都是非常有爱心的主播啊！谢谢大家送来的一些祝福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聊啊！祝你们越来越好，祝你们抖音一路长虹，也祝你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大家身体健康。好的，好的，谢谢对面的直播间，祝你玩得开心。好的，好，那我们走了。好的，谢谢。